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绝圈哦，我是朱之。整理过后，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二月份将会复刻回归的各大五星传说团战头目，方便大家来查看吧。Here we go。二月一日至二月九日期间，会有习得地震的雷吉洛克五星传说团战供训练师们去讨伐以及入手。二月九日至二月十六日期间呢，则有习得电磁炮的雷吉斯奇鲁五星传说团战。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九日期间，有一般形态的戴欧奇西斯五星传说团战。二月十九日至二月二十二日期间，则是进攻形态的戴欧奇西斯复刻回归。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期间是防御形态的戴欧奇西斯回归在五星传说团战中，最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期间则是有速度形态的戴欧奇西斯回归五星传说团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地区的 GoTour 活动，也就是二月二十六日的时候呢，那雷公炎帝、水军、洛奇亚还有凤凰也会复刻回归在 Go 游戏中的五星传说团战中。而时间方面，分别是在2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9点开始，维持至晚上9点半为止。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2月份将会复刻回归的各大五星传说团战头目，还有他们回归的时间，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做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来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